宝们，小仙女干吃播三年了，今天第一次挑战手臂长的富贵虾刺身。如果我能挑战成功的话，咱家宝贝们一定要给小仙女来一个小红心啊！这只富贵虾可没少花钱啊！我先把它处理一下，宝宝们，我处理干净了啊！如果小仙女今天如果要是挑战成功的话，你们一定要给我一个小红心。妈呀，我长这么大我都没怎么吃过皮皮虾，第一次呀！为了你们的小红心，我真的是拼了啊！哎，尝尝味道怎么样？还行，没有这么难吃，但是多少有点腥味儿。上街，宝宝们。